前天这树叶还没绿这样呢，今天早上起来，这树都绿这样了，风可大了，今天呢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奋斗蓉姐。刚刚下楼做核酸啊，给我买菜去现在了。都已经4天了，吃没了，家里就一颗大头菜。看看都有卖啥的，咱能啥玩意便宜买点啥啊？哎呦天哪，这怎么买啊？啊，在那里呢，菜，土豆和甘蓝家里有。现在香菇啥都有啊，黄瓜、茄子、柿子、西瓜、青椒、尖椒、蒜苔、蒜苗、青菜、韭菜、黑芝麻，7.9块。有一份儿、两份儿的，咱看看啊。红的2.5块钱。我想问一下菠菜。收嘛啊，菠菜3块钱一把，菠菜。来一把。哎呀。菠菜1把3块来。先给我来一把。快点啊，速度啊！那个再来一把吧。再来一个啊。啊。菠菜3块一把。韭菜怎么过去了啊？韭菜5块钱2来。哪买韭菜呢？啊，赶快，这早卖。菠菜3块钱一把。韭菜2.5块来。再来5块一把。现在没啥吃的，真是。菠菜还行，3块钱一捆，咱买了两捆。两捆应该是5块吧，我怎么给他6块钱呢？稀里糊涂的，可快了啊！你一会儿就没了。刚才你看那现场，因为没有卖的，就京东一份两份的。现在确实是小区里买不着菜，然后有的菜店也没有，所以老百姓的叶菜吧，他也不好保管，你没法买多。看的可严了，就不让卖呀。看的太严了，买两捆菠菜。现在看看能买点啥，等会儿吧。这车里有的也有菜，但是人家不能打开卖。哎，你买的芹菜哪儿买的？妈呀，多少钱呢？我去买去。啥也没有了。有啊。啊，对，他刚才我看他过去车，我刚在那买，就在那儿。哎呀，那碾了啊。那你问问他，让你装快点。完了，这快散了。刚才我寻思人多，我不凑热闹，我回来买，这怎么没了呢？妈呀，刚没了，等一会儿就出来了，他们走啊。我寻刚才人多，我就不凑热闹了。刚才我也待一会儿回来买点芹菜啥的。我要一斤芹菜。我来2斤芹菜。来2斤。王宝干，水分老大了。没水分不要钱，10块钱一兜子了。10块钱一兜子。我这桃卖7块钱一斤的，这点桃卖这点桃渣，我俩干仗，他冲我拉货了，不知道早市停那天拉40筐。咋事就住2天？那可不，嗯，这买点菜费劲呢。这买点菜种啥了？啊，18块一斤了，是19加的25，25加3，这些玩意儿28块钱，能够吃几天呢？做核酸，哎呀，今天是又一轮，还行，又一轮。啊，人不太多，哎，回来了。啊，哎呦，他买的菜跟嘴上似的，真是。还买这么多菜啊？这还多呀，这些30块钱、28块钱，就一把葱，64把菠菜，2斤芹菜。芹菜多少钱呢？3.5块，现在没有卖的，现在就那菠菜一份，和这芹菜和柿子是一份，然后两辆那个管理部门的车来回这么看着。完了，县长还有工作人员在看着。你买菠菜买太多了吧？菠菜做土豆汤，猪腿桃子汤。一抄就没了，就它便宜、啊。芹这都3块多钱一斤。车卖菜车没见着现场东西，我不知道买啥。就这些吧，能坚持2天3天的，没准就到25、26号就完事儿了。哎呀妈，真严呐！这回可是下地冻的，啥也没有啊，大街上。好了，感谢您收看蓉姐的视频，我们明天见。